反正故事大纲哦，都是慵懒的，没有一点创新的。敲砖马花了。直接就是塑料袋的使用，或者它接触空气，就是地球的污染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不知道那中间是整个连接的吗？我们可以再去想，就是这个标题是不是要真的叫台湾高品质的出口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，我个人觉得。当然，本局之发现重力，构思思考整个呈现的方式跟姿态。